我剩刚刚下在面两看，个，繁星有想法哦，要不要教你怎么搭？好啊，我们一起。哎哎，呦，那我谁讲啦？喽，哎呦，好，猛毒伽罗嘞，猛毒哦，洛雷，你知道猛先毒是毒死完吗？吧。你干嘛？哎，死掉会让对方中毒。哦，死亡战法是不哦，对，是？然后繁洛星雷被又毒是，到超痛。而且洛雷可以劈到级，是不是？哎，卢米，你挖的都怪怪的，为什么都是两哎格两呦，格挖啊？我就是会少一卢米还很奇怪，哎，不还是我很是，穷，你你跟少他三在一格，起。你给我，你等下，反正你跟最穷的在一起。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凡凡，你要跟我在一起，我这边大富大反正贵你跟啊！最穷的，而你且今现天在就没这有样，用也有很多好康啊。的啊。峡谷赞哦！哎，哎我呦，这基，有我的人挖到矿峡上谷一了，直做不出来，一定超会有疯一堆狂。矿可以挖。哎，不是要给的很多。金镐也太烂了在地铁的时候要往下挖两格，然后再丢种子才出来。啊，金镐很棒啊，怎么了？哎、欸，我商店往下挖两格，哦，糟了！对，金镐啊，金镐他隔一阵子会再回来，他隔一阵子会再给你。对，出新镐才是，好像就没有了。对，所以出新镐，我就是选矿工之后就把出新镐丢了。管他的，什么出新稿？开商店了，是啊，挖到了就赶紧。需要在领地才能开商店，我白痴哦！我这商店开了5次都开不出来。被选就你不在领地还要开？想开商店，想给你开。我怎么知道我在哪？先换一套装备先。空旷的地方，周围有人开商店，谁哦？洋会不会是我们啊？哦，就是洋洋。哇，来你最用商店，看看我最近有钱，太快了吧？钱喽！我封口哎！哇哇，这也太快了！牌子代表你开场才进来啊？废话，下次再来啊！如果下次请早，如果有两个公投的话，会有两倍的钱吗？应该是吗？我也有两倍的钱啊！哇，挖到边界了！大家有1000块就可以升了，好不好？升什么？升什么？不要吝啬了，公投就贡献，贡献1000块，你就会升值了。我就是那个了。你说英雄是不是？奴隶对，就是奴隶了，就是公投了。花钱了，花钱了，1、2、3、4、5、6、7、8、9，所以我们有跳很快吗？哇！真的，我要升，我要升。哎，那这样转职之后还会有吗？还是要重来了？转职之后会职业会跟着转。哦，所以你就直接转去二转了。哎，啊，哦，是直接那个其他职业的二转吗？还是说会变成一转？二转，哎，我记得他说的那么帅，二转好像很强，他是在第几页啊？是重生，重生，那个金锭哦，好，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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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赚钱，赚钱！再给钱可以再升吗？还是就这样？你想要三转啊？想三转啊？我那个120了，我想4转啊！发大财，发大财，是不是？发大财！你5000块屁嘞！我跟你讲，对面也发现了这个战法了，对面也这样用了，哇！对面的钱，没有没有，对面没有那么多矿工啊！白痴，我们的钱真的是很会跳哎！啊，那个作者问你哦，祭司2转说力量2是要在哪里才会力量2？杀人之后会得到力量2啊。哦，是杀人，杀人，你要杀人，哇，哦，好，他是暴力祭司，哦，哦，祭司来，哇，我已经跑到蓝队这里了吗？嗯，原来是力量点满用哦，我跑走了，我跑走了，战斗法师，不是我的想法是我是选祭司吗？然后死之前召唤脑鬼，我死掉不是中毒吗？对啊，对啊，太兵是中毒被脑鬼打死啊。哦 ，combo 技哦，哦哟，对哦，有然后如果真的脑鬼打不死他的话，我就复活再一道雷劈下去嘛，对不对？可以，很有想法，就是要弄死他。对啊，你这已经不是祭司了，是巫术师了。对啊，是巫术啊，屌吧？巫师啊，要自己找会玩的方法。呀，钻石，哦，
没抢到。繁星好屌，好棒啊！真的。啊，被抢光。哎呦，我又挖到一样的地方啦，大富大贵。哇，恶灵好会挖、哦。看谁最有钱都笑他。作者，你会不会玩游戏啊，作者？我就好玩。一千块，你会不会玩啊？七十八万，发大财都不会啊！你这样子跟露米有什么两样？哎，什么？哎，等下露米这张钱变多了。我这张钱多了。不能嘴了，不能嘴了，嘴不得了，嘴不得了。不行，二零实在太会赚了，吓死人。二零赚钱王，二零好扯哦，超扯。你是已经祭典了、啊、你是开透视矿物透视抓到了、哦、你是把墨镜拿下来了对墨镜拿下来其实墨镜的功用是这样啊我懂了哇原来墨镜光眼睛呢哇平常是限制他的能力啊太中二了太中二了看来逼我发威了拿下一墨镜啊爆弹是什么啊作者我刚有拿到一颗好像是可以当就是就像王国的手榴弹感觉，有点像手榴弹啊！对对对，它是马上来爆炸的，马上一丢出去就爆。看到对面英雄直接往他身上砸，就可以马上把他干掉。哦，这么痛啊！然后战斗就扣50点血量。哎，那这样扣50哦，这样英雄会变回一转吗？没英雄就没了，死掉就会变一转了。哦，好哦，哈扣，好危险哦。那你们所以我们矿工不能死哎。对啊，我们等一下不能死啊！我们等一下一个人死掉就是鸡被扣50点。哎、欸，对，那我们这样剩一堆人，这样搞不好算蛮亏的。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不能死，你知道吗？没事，你不会死，我们不会死，不会死、啊。我们是英雄哎、欸，我们怎么可以死？好的，守护世界啊！然后等下看脚就啊。感觉要趁那个前十分钟赶快准备附魔。对，不然等一下他们打起来就好笑。他自己刚说也挖太冷了，挖到太多了，赶快先弄附魔。你刚我弄多慢？我刚刚发现那边冷不太对，我是挖，嗯，怎么挖九环树了？哦，我们要在哪？对面的，在哪？在哪里？随便自己。哦，各地还那么便宜，真的好。哦，你们没有用书柜哦，刚刚。不是，一次来就有，一定要啊，一定要。哦，钻石，钻石，钻石哦！哇，可以在顶楼。赚了，赚了。好、啊，自己弄了。好，你在哪里？你是发光的吗？我在右下角，我在右后方。我在隐约这。就自己在顶楼。隐约小友，我们可以一起。哦、好，好，弟弟都复活吗？还是？嗯。哦，那我把身上附近挖开。对对，挖开，挖开。附魔。我好像找到你了。还要翻翻翻翻翻。落落落岩浆，落岩浆，落岩浆。我买，我买。安心，这里，这里，这里，我帮你挖路，我帮你挖路。哦。嗯好，那我选一下技能。Hello. 我觉得发光还是不错啊。Okay. 避免。嗯。手机的职业感觉发光很棒哎。嗯。手机职业。手机？你说 iPhone 吗？发光吗？不好说，不好说。那你的 iPhone 会发光啊？啊，这有点强啊。真的。召唤那个思壳队友，它会持续多久啊？没有时间限制。就是到死掉了、哦。可是他还 OK， 因为我那时候追恶灵的时候，恶灵就举盾，他就不打他了。我已经选定了。好，我们一起上。你用思壳，我用脑鬼。好，组合技。嗨，我完了，完了，就剩一个了。这里位置选错了。你干嘛把时间倒来倒？这里的，谁来让鸡鸡传送一下？他只有28而已。没有，我已经保护好，不用传送了。有人在帮我保护啊。哦，这什么？怎么办啊？哦，最尴尬。哇，你们怎么尴尬？在屏幕旁边，结果那个限制的关系，我们只能放到28等。哈哈哈！太尴尬了，笑死你。而且你们是不是出不来？出来，出来，我要地板出来了。哇，要升等比较快啦！但你们的弩也超夸张。对啊，好吵，这里好吵，我要再远一点。全部都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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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来帮忙。嗯。哇，
投保四。投保。好。扛起来。投保啊，我想要投保。投保，你要投什么保？我想要，我只要保就好了。你要意外险还是什么？跟我们说啊，我们是有一个好便宜的保单啊。哎呦，感情不错。对啊。这个。等一下。啊，小心惊喜。嗯。哎，有人来了。知道。有人来了。怎么有人揍你一下？小狐狸，小狐狸。哦，小狐狸坏坏。被他发现我的秘密基地了。对。小狐狸。放回去。拍摄哎，拍摄，等一下，等一下，回去不用怕。然后嘴上这样讲，然后都在弄，然后都在附魔。他把他挖掉了。回来个回来，中了，是了。我拉他背。怎么还有人啊？还有人是不是？有啦，楼上还有一个。哦，楼上。哎，等下雷怎么劈啊？我上去，我上去，丢出去，一丢就。毒嘞？毒是你要死掉啊！哦，对，等一下，不能打我，雷干什么？还没，刚刚掉的，刚刚怎么了？谁买书哦？没事，我只是弄个东西而已。铺子好了，堵起来。这里，这个保护。嗯，为什么我看他的那个，嗯，我好奇怪啊，怎么了？哦，所以现在是分两边的等，对，嘛 ，OK， 保护三，投射物保护四，有了，正常。然后是不是可以再用铁针合上去啊？嗯，对啊，可以啊。怎么那么无耻啊？一点十四，真的超无耻，真的，之后好像会改掉。一边保护一边投射，没有，这太强了。哎，他保护只能到四阶吗？不是，不然你想到第五阶吗？我想要五阶，一直都是走四阶而已，一直太快啦！哎哎，等下啊，谁要保护四啦？我这里有啦，不用附我裤子的，后面自己捡。多附一个。在顶楼。有人捡到了吗？把鸡鸡先拿过来啊！鸡鸡在谁呢？鸡鸡那个作者已经保护好了。作者不在保护吗？哦好。我在保护江哦，好，作者在保护鸡鸡了，好，我们的鸡鸡就给你保护了，我们鸡鸡就给你了，啊，小雨，嗨，衣服给你保三的，跟你去合后面，哦，好，哦，丢到保四，你丢在哪里？哇，后面啊，刚刚应该是被别人捡走了，有，我捡到。等一下，为什么在弄超高级的附魔装？附魔，嗯，附起来超强。小雨这里，小雨这里，啊，轻盈四保三，哇，太强了吧！啊，整套保护室好爽哦。本机设置其他的领域，它会持续多久啊？无限时间啊，都是所有的领域都是无限时间。对啊，清水系，所以我们可以在地表设置一些浮血的啊、移动的啊，送你们。不过只有一小段。干嘛啦？没有，我说送你们啊，看你们要不要啊。垃圾保护啊！我用完了哈，垃圾工。哇，这个附魔玩不完啊！哇，玩得完啊！你买那个附魔台什么的，买满就跟我要没钱了。你们这点是我花钱买的好吗？谢谢小雨，我没钱了啦！我没钱了，天哪！你要什么跟我们说啊？我听到附近是不是你要钱？是不是那个？那个2000可以存一点，存到光库去。一万，你真的是。好了。哦，你在这哦。那我要怎么领出来？商店应该有可以提款的吧？这里。哦，取出金库可以啊。哎，有共用箱哎，哦，原来还有这个哦。有共用箱。有了，感谢。厕所一下。好。好。哎呦。上面怎么多个箱子？左边的绿宝石是存入啊，第一页商店第一页，左边是存，右边是零。
嗯，哦，敏刚在等你存一万块，我存很多，存很多。有，你才存个一点点几百，假的，哈哈哈！现在才存两千而已，想骗？哎，头上挖开了，头上了，哎，偷！点他手酸了，点他手酸。他打我不会痛，他们还在打我，他在打我，但是我没扣血。哈哈哈！好讨厌的发言，好可怜。他哭着回家了啦，打手伤啦，打不过，追他好赚哦。杰克，你要燃烧吗？啊，他打我，他打我，他没有装备，他打我，他满地都是钱，他打我，打我。哈哈哈哈哈！哎，哦，他是有诅咒是不是？哦，没有，对啊，这个不要，掉。嗯，上去，来了，又打我，原来是要我上去了。好啊，我的锋利士，锋利士，锋利士，有没有机关枪啊？总共两把钻，好了，差不多了，这个衣服，差不多。我是感觉蛇弓也很强，那来玩弓，弓箭不能铁针，不能怎样？什么？不能铁针。哦，弓箭不能铁针啊！对，就是一副就怎样怎样了。哦，真的，而且弓箭伤害二零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哦，弓箭伤害还谈判呢？对啊，弓箭伤害还谈判哦。我满脸问号，满脸问号，大家都听到了。家里有人？你在上面吗？家里有没有鸡鸡？可是我是来到别人家哦、喔，这里应该是红队吧？你走错家了，你走错家对吗？我家说家里有人，我跑到别人家这样子不对哦、喔。哎、欸，为什么身上一直多装备啊？谁打、啊？对啊，这里是红队啊，不是红队有四五个，你可以捡到弟弟了。哎、欸，我看到了，对，他们在家里、啊、后面有岩浆，不要丢到。